台北市大安区推动社区发展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八年，今天下午3点钟，在成功社区中正堂举办的成果展览，展示了各项的成果。区长詹学武曾经颁奖给推动社区发展工作有贡献的人士，在大安区的9个社区中，都设立了手工艺品产品加工和烹饪等补习班，聘请专家指导，有很多的社区家庭主妇参加。 社区中的儿童今天也表演了唱游节目。